高颅顶女团编发。简林甜酷辣妹编发。剪头一定要学的低马尾，先把头发分成三个区块，中间这部分扎个低马尾，再从中间挖洞，从上往下翻过去，左右两边各编一个麻花辫，编好之后绑在一起，塞进刚才的洞里，把之前的皮筋拆掉，最后把马尾拉紧，韩式低马尾就完成了。Jenny Kim didn't wanna be a princess. I'm priceless. A prince not even on my list. Love is a drug that I quit. 十五秒快速出门发型。我追上你，咬一口热恋冰淇淋，牵你手漫步夏夜里，星星不。顺时针往一个方向拧紧之后，把它盘成丸子的形状，用橡皮筋固定，然后在中间挖个洞，把丸子从中间洞里翻过来，最后再调整一下，扯出一些蓬松感，超简单就能 get 一个韩式低丸子头。从耳后取上半部分头发扎起来，然后把皮筋往下薅，中间挖洞，头发从上往下翻过来，再把剩下的头发绑个低马尾，最后从上面的洞洞里把下面这个马尾掏过来，再拉紧，简单两步就能搞定。先取上半部分头发扎起来，中间挖洞，把头发从上往下翻过来，先把它暂时固定一下，再把剩下的头发分成左右两部分绑在一起，然后从上往下翻过来，再稍微整理一下，扯出一些纹理感，最后把丝巾从马尾中间穿过来，再系上蝴蝶结就完成了。扁头女孩一定要试试这款气质饱满圆润的低马尾。
姐妹们，最近很火的网红交叉麻花辫，简单易懂教程给你们安排了。先把头发分成上下左右四个区块，暂时把它们固定好，然后把一四合并在一起，分成三股，然后编三股麻花辫。记得一定要编紧一点，编到差不多距离范围5公分的位置就绑起来，要皮筋绑成这个形状。然后把二三两部分合并在一起，分成三股，上面这一股一定要编在上面，接着往下编麻花辫就好了。这款发型我觉得不太适合长发的姐妹，更适合中长发、中短发。OK， 你们学会了吗？赵露思这款造型也太美了吧，今天教你们同款丝巾编发。首先在平行于耳朵的位置绑一个低马尾，别忘了把头顶扯蓬松一些，再把马尾分成三股编麻花辫。编好之后橡皮筋固定，发尾折进去，把辫子往上折叠，然后用橡皮筋固定好，然后将丝巾对折绑在头发上，再系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结，露思同款丝巾编发就完成了，超简单显气质，姐妹们快去试试吧。